瑞瑞，你给我转钱干嘛呀？刚买衣服，你买的单你忘了？不是，那是我买给你的，你怎么又转过来了？我让你陪我逛街，又不让你去买单呢。不是，你是我女朋友，买单这种事情肯定是我们男生来啊，不然你要我们男生干嘛？哎，找男朋友完全跟买单是两码事儿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让你陪我逛街是让你买单的呀？那不是吗？哎，谁规定的呀？就是男生出门必须要男生花钱啊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买单。哦。但是你买单的样子特别帅。是吗？帅吗？对呀，就是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那种喜欢，然后感觉到我在你心中的分量，这就够了。这些就够了呀？对呀，我觉得你是舍得为我付出的，多少钱多贵重其实都不重要。那我看有好多女生找男朋友，她不都是为了让对方给自己花钱吗？再说我也该给你花钱呀。反正我是不会这样的，凭什么你跟我谈了恋爱，你所有钱都要给我花呢？你也可以自己花呀，你也可以攒着，还可以孝顺父母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攒着。为什么要攒着呀？为什么呀？你说你是不是让我攒着娶你啊？我怕来不及，我怕抱不起，现在暑假真的我很